自己撒的抹茶粉就撒的不均匀。把眼睛吃掉，小心，芒果。哇，只能这么吃了。甜起来油，嗯，这个颜色绿的我有点发慌，怎么那么绿啊 ？Hello， 大家期待的抹茶局来了。哇，这个爆浆蛋糕我已经很久没吃了。这个有点走错片场了，它不是抹茶，它是开心果的。怪不得颜色不对劲。这个表皮拍酥脆，好多渣渣。